各以志工小队环境清洁工作评绩效评比甲等评审区的部分，可以获得奖牌一面、奖金三万。另外，我们也欢迎桃园市议员陈雅伦陈议员，欢迎陈雅伦议员。另外呢，我们接下来继续颁奖。首先要恭喜的是平镇区中正礼仪。来，我们要看一下前方的镜头。好，恭喜！接着下来恭喜平镇区北华礼仪。好，谢谢。接着下来恭喜平镇区北贵礼仪。来，李总，分点钱啊！来，好，恭喜，谢谢。接着下来，恭喜平镇区北市礼。来看前方镜头，好，恭喜，也谢谢您。接着下来，恭喜平镇区平南礼。来来来，好，恭喜，也谢谢。接着下来，恭喜平镇区平新礼。来看前方的镜头，恭喜您，也谢谢您。接下来恭喜平镇区寿屋礼。好，恭喜您，也谢谢您。接下来恭喜平镇区忠贞礼。好，恭喜您，也谢谢您。接下来恭喜平镇区金陵礼。来，观众请看。好，恭喜，也谢谢。接下来恭喜平镇区庄敬礼。来，让我们看前方的镜头。来，恭喜，我们也请十位得奖者往前一步。来，也请农林大队长、各位议员请上台，一起来合影。好，他们得奖的部分呢是讲座一面、奖牌一面，以及我们的奖励金三万元。待会我说平镇甲等，大家要比个赞哦。哦，来，平镇甲等，手不要放再次哦。平镇区甲等，好，谢谢议员，也谢谢得奖者，请先回座休息，也请局长以及农民大队长再留步。接下来继续颁发的是。